你有看到狗咬猫，狗咬它吗？直接的，可是就是看到狗在旁边，猫在这里这样。啊。咬的它案发，在就这里面那边，它在。聚焦吗？对啊。最后你去罐头好不？对啊。你该往快去叫不？其他什么罐头协议，你装听不懂。然后他一直拖吗？对。是用拖的吗？对啊，因为他后脚不能动。后脚不能动。喵。从早到这到现在哦。看他能不能自己修复，应该他还有知觉啊，打针吃药有的就自己就好了，应该是骨头断吗？他应该断了又回复，骨头没有完全断，骨头没有完全断，不会走吧？要看，他的后肢骨头都是正常的，他是脊椎的问题，现在咬到那个腰椎这个。不是你说他现在有败血症？对啊。18600啊，正常哎，正常5000到18900，然后其他的，等下先上流质正常，其他的肝脏有点高，174正常12到130，然后肾脏有一点点高，正常3.1到7.5还有7.3，就差不多是这两个问题，最主要是败血症。